3-1，3-1，3-1，打多少？打多少？几啊？3-1，3-1，葡萄加加油，三比一。又跳。哇，这好难，这怎么打得那么像那个啊 ？Miguel Sano 啊。投手就代班的时候造的，投手就代班的时候造的，这谁啊？我连他是哪一队的我都看不出来，看起来像有点像印第安人，是吗？我觉得比较像勇士吧。哦，勇士，对对对。那个米卡斯亚诺还是什么的啊？不是哎，不是吧？还是谁 ？Terra， 啊，他应该没有那么胖。不是。看头发吗？这是头发吗？这是头发哦。有啊、他有头发、哦。这是头发。他有头发。不对不对，那个没有那么黑。哎、欸，他真的长得很像。还是我们看下一张。你要下一张吗？好，我们看下一张。好，下一个提示。完了，要出了。哎、欸，我觉得第一个我两个人都不会的题目了。这是谁啊？勇士队的。是新秀啊？怎么会？新秀啊。重点是我脑海里有一些人名，但是我不讲不出名字吗？不是，我不确定他们是白人还是黑人，所以我把我猜太低。差没差？这个没有次数限制啊。那你们要我提示他的开头英文字母？好好。T 就 Terrell 吗？不是，没有。他你说的是 first name 还是 last name？ 哦，对，也是 first name。都是。什么 ？TT。TT。你的男孩 TT。Hey, what's up, right up China?这是你的男孩 TTTI 七六八到广州，我从货运厂的码头一发给 Hermie Bang Bang Bang。这我真的不知道。Six and a half hours later。好，那我公布答案喽。真的不知道。这个诶，我也没有看过，应该是念 Tuki Tusai。Tusai， 太好事啊！ Tusai 真的有这人吗？什么 Tusai？ 而且他们是快乐联盟吗？好，下一题，下一题，下一题。好，下一题。现在还是3-1。六，哇，这个又有啊！教师先生 Tony Green， 哎、欸，好厉害哦！哈？没有，我跟你讲为什么猜得到？什么啊？因为唯一有可能有立雕像的大概只有他。哇，这是雕像吗？我还以为这是在做什么打击练习之类的。这是雕像吧？对吧？是图案雕像。是图。哇，太强了啊！我忘记我要被打。不要顾着拍手。忘记要被打！哇，这个！嘿，Carlos Martinez， 不是，该不会又是什么新人吧？对不对？该不会又是什么 Rookie 吧？哇，这对投手我不熟哎。我觉得我看过他。你又看过了？你每个都看过？你在球员卡上面看过？刚刚看到，还有点印象。刚刚看过，有点印象。这是多数霸凌吗？这是胡子吗？那是肉吗？这是头发吗？那是头发，头发长在前面。哦，那是胡子啊。哦，那是胡子啊。要不要看看看简单版？好，简单版。看简单版的。嘿，那个。啊，我知道了。Mike Nicholas。耶。这个我知道了。没错。打人。哎，平手哦，平手，平手，平手。好，这个这题决胜负哦，伏特加。Chapman， 啊，我也想猜这个。不是啦，哎，不是哦。那 Semien， 不是。哇，有 Semien 有像哎。对啊 ，Semien 有像哎。那个，Olsen， 不是。Olsen 也不是 ，Olsen 应该没那么帅。没那么瘦。对，没那么瘦。哇，帅。Piscotty， 不是。我就把他们带队猜一猜。哎、欸，那个我有点忘，那个捕手啊，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V O G T 啊，是吗？不是，他转队了吧？他转队了吗？他转队了吗？哎、欸，这队还有什么人啊？啊，是那个，看，我不知道他怎么念，但是一直驻杀红袜的。哎、欸，不行啊，不行啊，不对，加不强。L 开头的、那個，我讲名字可以。Roman， 没有，我跟你讲，我不知道他的戏怎么念，但是我知道他的名字。不会念，是不是在不会念？大家赢了，是不是在不会念？天哪！啊，喂，耶，逆转胜，逆转，逆转。
好，现在来到我们第三 round 对决，由达斯对上逸婷威士忌。那这次的规则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先告诉他们现在的球员是谁，然后我会出四个选项，让他们去选哪一个是符合这个球员的特征。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来第一题。第一题的题目是最有名的大谷翔平。来，开始喽。选项 A， 他是去年的新人王。现在是要选是的，是不是？现在选不是他的。是的。不好意思，抱歉，我刚刚没有讲。选不是下一项哪一个选项不是大谷翔平？好，不是。好 ，A， 他是去年美联的新人王。B， 他是投打二刀流。C， 干了。什么叫我该？C， 他是左右开弓。D， 他单季22轰。请选择。好，让你来第一题，让你左右开。B， 答错了。让你还答错？那达斯要选择吗 ？C。答对了，大谷翔平是左打，他虽然是投打二刀流，他不是打击二刀流。拜托，不要确定。好，那我们来进行第二题。第二题的主角是 Josh Hader。Josh Hader， 对，让那个 Josh Hader 的差点就把我的题目讲出来。好。那这次是要选下面哪一个叙述是在描述 Josh Hader？ 来，是哦，选项 A， 他来自台南。选项 B， 他是现在酿酒人的终结者。选项 C， 他是去年的国联冠军战 MVP。选项 D， 他是去年国联的救援王。哪一个才是描述 Josh Hader 呢？我可以跟你们说，不是 A。好大的提示！我先猜 D。请达斯猜。B 啊，烦哦！请攻击。为什么每次二选一都选错啊？现在来到第三题，第三题的主角是教师队的 Will Myers。Will Myers。对，那现在这个下面的选项要选不是 Will Myers 的描述，不是的。好，选项一，他曾经是光芒的大物新秀。选项 B， 他只有入选过一次明星赛。选项 C， 他穿的是四号球衣。选项 D。他当外野手打得比当内野手还要好，有难哦。你先，该到我先换你。当外野手比当内野手打得还要好，哪一个不是描述 Will Myers？ 觉得好像我觉得是 B 耶，是没有。谁先？我按了。那我可以先说 B 是错误的答案。什么？是什么啊？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不能猜了？我们现在可以猜吗？现在只剩下达斯可以猜，只剩我可以猜。他猜 B 啊！他猜 B， 可是你零是你按的，零是你按的，所以算 B 算你的。OK， 来 D， 请攻击。我没攻击。我刚刚手插那件，以为是我可以打你。Will Myers， 他刚刚这样子。3-0，变成四。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题，第四题的主角是印第安人队现在正在躺伤兵的 Mike Clevenger。好 ，Clevenger。好，这题比较难哦。来，下列哪一个一样，哪一个选项不是 Clevenger 所办到过的事情？不是哦。A， 他今年的防御率是零。B。他生涯胜率从来不低于50%。C， 他生涯从来没有投到200局过。D， 他投过完一场完投完封胜。哪一个是错的呢？第一是对，
然后选不对的。觉得是，我的答案应该是你先。先看他猜错，可以扣掉一个答案。真的吗？要让我先。二是 B 是他的生涯胜率，就是他每一年的胜投跟败投的比都没有低于五成，对，都是至少五成。听起来怪怪啊。好 ，B， 恭喜威士忌有反击的机会了。请攻击！我太厉害了！他去年的投球局数刚好是200局。哇，这么刚好！刚好200局。哦。第五题是一位叫做 Ryan O'Hearn 的球员，不知道两位有没有听过啊？答对啊！哎，对，所以因为连我自己都没听过，所以这一题我出的答案就是比较简单的基本资料，然后让你们去猜下面哪一个描述是在描述 Ryan O'Hearn。是的。好，选项 A， 他是皇家队的球员。选项 B， 他是一名右打者。选项 C， 他是三垒手。选项 D。他的生日是2月29号，真的？一定不是，一定不是，一定不是这个。来，请回答。B 跟 D 一定是错的，然后 C 是什么？他是三垒手。A， 为什么问 C 要讲 A？ 对，他的问题问得很好，为什么要问 C 而讲 A 呢？我有我的逻辑。因为答案就是 A。啊？什么？真的假的？他是皇家队的。最近在做的都是皇家队的啊，对对对，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好，三比二，还有机会。第六题答对就追平哦。第六题是非常有名的 Jackie Robinson， 对，所以呢，他就会有很多事迹可以讲。那下面哪一个事迹是错误的呢 ？A， 他的42号球衣已经被大联盟永久退休了。B。他代表的球队是洛杉矶道奇。C， 他是大联盟的第一位黑人球员。D， 每年都会有一天 Jackie Robinson Day， 大家都会穿上42号球衣上场比赛。哪一个是错误的？这个你知道吗？我怎么觉得好像都对啊？算是有陷阱。我觉得是 D。恭喜答对！真假的？因为他代表的是布鲁克林篮，道奇，不是洛杉矶道奇。哦，原来。对。啊，自己打一下。真是。所以现在你们是平手的局面，对对对。所以这题很关键，那我这题就换一个方式来玩，我不告诉你们这个人是谁，然后我从一样从这几个，我会给你们一个很明显的提示，是，那你们就从这几个选项去猜哪一个是我在描述的那一个人。好，仔细听哦。这个人物呢，他是近代双城非常代表、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猫儿 ，OK 哦。来，选项 A。那我知道，我可以直接猜吗？选项都还没讲。好的。还是要听，把选项全部听完再来猜。好。第一个选项，他曾经拿过 MVP。第二个选项，他是三届的打击王。选项 C， 他的生涯打击率超过三成。选项 D， 他常常给球迷带来欢乐。啊 ？D 是 A 跟 C 其中一个，是描述是对不对？对，他是双城近代的代表人物哦。应该是 A 跟 C 其中一个。我不太确定他拿过几次打击王哎，但是我觉得应该是 A 跟 C 其中。带给球迷欢乐。我猜 A。所以没有带给球迷欢乐。好，那威士忌呢？你该猜多少？我猜 A， 我觉得他拿过 MVP。C 是什么？他生涯打击率超过三成。C。正确答案其实是 D， 因为双城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他们的吉祥物 TC Bear。什么？为什么你？这是真的抽卡抽到了吗？超神队的吉祥物 TC 贝尔，卡里面有吉祥物哦，没错。哎，你猜到了啦！好，所以你们两个最后就是平手啊，没有胜负。那最后你要互打吗？你们不要冲过来打我就好。好，对对对，等于打你。哎，
以上就是这一次的球员卡开箱。那我们在影片中总共出现了23张球员卡，那总共其实是有24张。那最后一张我就留给观众去猜，然后在影片下方留言，你们觉得最后一张球员卡的主角是谁？那其他剩下来的球员卡，我们几个会留几张，剩下来的就会做抽奖活动给观众抽奖。那再关注我们的粉丝专页。如果还想看更多这种类型的影片的话，就记得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那以上就是这一次的游玩过程，谢谢大家的收看。那影片看完之后，不要忘记点一个喜欢，并且订阅一瓶伏特加，然后再到我的粉丝专页按个赞。那有任何消息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知道哦。那也可以来订阅我和他的 YouTube 频道，我们叫富斗达斯 Dark Sports。想知道更多即时资讯，也可以到我们的 FB 粉专或 IG 逛逛。我们每周日晚上6点准时发布影片哦。我是达斯，我是威士忌，我是一瓶伏特加。那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吧 ，See you。